今天一直在下雨。对啊。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好像在里面钓。他家很强壮，你都不怕感冒。对啊，不知道吃什么长大。因为我吃了第五组的青椒素羊肉跟芋圆地瓜豆花。他在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的伞是怎么拿的？刚刚叫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你再仔细听听。没有啊。